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先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这只叫做玉米絲、啊、玉米絲、啊、学名叫做 Stigmata Maidus、啊、也都叫做英文叫做 Corn Silk， 即其实是粟米酥、啊、玉米絲粟米酥。咁呢个玉米絲呢、通常呢都系传统上呢都系用一啲叫做去水嘅、当你嘅身体呢系水肿啊、肾嘅因为肾嘅毛病啊出现水肿啊脚肿啊，咁同埋加上系因为有心脏性嘅、心脏病有关嘅呢种咁样嘅嘅水肿呢，咁呢个呢玉米絲呢嗰、那个玉米酥呢通常呢就当一种去水嘅，咁但个主要嗰个咧，呢个嘅应用嘅地方咧，就系处理一啲肾嘅毛病啊，譬如膀胱炎啦、肾石啦啊，或者咧系肾炎啊，有一种叫做嗰个种肾盂炎啊 ，pyelitis 啊，因为黏膜性嘅肾盂炎。即系肾炎，咁通常会出现啲慢性嘅淋病啊，或者前列腺嘅毛病咧，同埋咧嗰个尿咧就排尿会好痛嘅，咁所以呢种一种比较上系严重啲嘅肾炎咧，咁有阵时排尿排唔出，咁个尿液通常咧就会有脓液啦，有啲细胞啦，咁同埋有血。尿道咧，出现嗰啲红色嗰啲沙石啊，咁即系一种比较慢性嘅嗰、那个肾盂炎啊，咁水肿，咁同好多时候咧，同嗰个心脏嘅毛病系有关嘅，咁呢个咧就系嗰、那个玉米絲Stigmata Maidus 啊嗰、那个应用嘅地方。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2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